今天打算给他们吃顿好的，毕竟新年第一天，就算我天天吃馒头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对吧？新买的小灶台也到了，但是好像有点小，我都记不清给他们买了几套点心碟了，看到好看的就忍不住，有的都还没拆封，新买的就又在路上了。胖胖你的，铁柱你的，有没有发现铁柱越来越像胖胖了？对了，有人知道脱料蛋怎么吃吗？给他们买的蛋都放了一个月了，壳太厚了，根本打不开。